十二集啦，咁快，眨下四五六係。好，咁啊，今日介紹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哇，預無道嘅新模型嚟嘅，其實應該係未正式發布。因為我哋係 Facebook 定係 Facebook，OK。係、okay. 因為呢度係 Facebook 啲。好。咁啊，一個新模型啊，就啱、是、啱公布都冇幾耐，入 Mark 50。唔係講真咧，出過即係已經出咗咁多隻咧，其實我係有啲亂嘅。即係呢一隻係新嘅，係新嘅，同埋未出街嘅，未正式出街。Infinity War 入邊嘅，其實係冇錯啦，即係八全民中嘅五十，係第一隻85，跟住出咗隻 Rescue， 哦，49，跟住有隻46，跟住呢一隻就係、是，而家你都幾好記性喎，因為。唔超過五個我就記得啦。係 OK， 我就冇唔係啊，我唔係好記得啦。超過五個唔記得啦。咁今日呢個咧，當然我哋趕唔切砌㗎，咁啊俾大家睇睇個盒啊，類似內容先啦。遲啲可能又揾阿 Thomas 哥哥幫我哋砌只完成品出嚟。啊，都好。係啊，係啊。咁但係呢，佢係咪通常會有唔知咩特別版或普通版？咁呢只就係普通版嚟嘅。呢個普通版嚟嘅。咁啊，之前大家都有我哋喺開始分享過咧、嗯，就係呢個咧，其實可以塑造嘅。咁啊，當中都有啲高手同我哋講過，誒、哎，睇下呢啲顏色係點點點，好，研究啦。又快。高手就而家行開咗，高手係唔喺鏡頭面前啫。係，今日有啲人叮單噃，得五條友我哋。其實少咗兩個，少咗。係啦。係啦。好，兩個 D 軍啊，呢啲就係嗰啲板件啦，咁就應該點啱啲係啦。咁啊，都係如常地好多嘅咧，好厚喎，嗱，要一包、兩包，咁啊，頭先大家討論過呢個。經過我哋各方面嘅研究咧，就專家方面同我哋講咧，呢個係噴色嘅。佢呢個係有噴粉嘅，咁但係咧，佢隻金就偏紅嘅。咁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好似一般 Iron Man 產品選用嘅金色。佢呢個金係紅紅地。睇個面具最好啦，呢、這個個面具。咁唔知道個 mon show 出嚟係點啦？我印象中就好似個面具就其他品牌好似係青啲嘅，我就金，唔知阿嘉覺唔覺得？好多係會用一啲比較淡金色嘅，咁呢個就是紅金咯，即係比較叫啲咩 grand 啲嘅感覺嘅，即係比較有啲高級啲嘅，有啲喜慶節目，有啲喜慶，配埋個紅色就會有啲利是風嘅感覺。咁其實 Iron Man 一向都係好問嘅，即係你好容易就變成一個利是風嘅。初初 Mark 42出都好多人嚼噶嘛，太多金色啊嘛，話佢唔知點解要做咁多金。咁其實咧，咁講翻就 Mark 50就係偏紅嘅。金部件是少的，就主要是紅色的。看回那個圖，就是它那個所謂的什麼圖啊？封面的圖啊？封面圖、模擬圖，這個清楚了。它是個樣是龍蝦一點的，就是它的角是圓一點。其實它這裡已經有張齋拍圖可以看看，看看。咦，好公道啊。這邊，對了。看看清不清楚了。真的好了，這樣都給你看到。這一張就真的是齋拍圖來的，雖然都叫做是用靚燈光啊，可能 Photoshop 調那些咁多咁啦。即係話唔使噴油都會出到咁嘅樣。咁應該我照睇就應呢一張冇走雞應該係齋拍圖，同埋咧你都睇到係有得著燈嘅。咁黑模型係燈包唔包埋燈？不嬲都係嘅，乜都包曬。一路都係第一款開始係著燈嘅，仲要係輕觸式。係反光。心口按落去嗰下就著，即係唔使個粒突出嚟咧，一大力撳粒咗落去。你試唔試過？我試過。個鈕撳凹咗。咁同埋提一提咧，呢盒係1:9嘅模型嚟嘅。1:9模型嚟嘅，一路都係呢個 size。咦？咁我想睇下佢另外，哦，佢個灰鐵色喺呢度見到啦。我哋研究喺灰色啦。睇先，呢個係佢灰鐵色啦，都幾靚。個灰鐵色可以，我反而覺得係個紅色就難搞啲啦。個紅色就真係膠啲，講真。其餘嗰啲唔特別講，因為佢最亮眼咧 ，mark 唔曬咩嘢？知唔知啊，博卡士生？佢後邊突然間。亮眼。哦，嗰排嘢，嗰排嘢係冇連住噶嘛，凌空啊嘛，就係呢排嘢啦。呢排咧，佢真係佈置，咁我唔知佢到時點樣佈局喎，係咪用啲透明？可能有啲透明件撐起佢啊咁咯。啊，咁另外就見到有包，應該係效果件啦，淺藍色透明嘅。好多啦。咦喂，說明書咧好細。有噶。哦，喺底。咁啊，啲電池都俾埋你喎。有嘅，不嬲都有嘅。嗱，呢碌就嗰個 stand 咧，其實係坐1:6嘅，都夠力嘅。你知？係啦，咁呢個咩？唔知呢啲通常唔係大牌子嘅電池咧，個容量比較低啲嘅。但佢個牌子係甚至乎用埋預無道嘅牌子，佢特登印曬又包裝。特登印咗，我諗係冇牌子咯，所以就嚇印到自己嘅 logo 上去啦。有個愛心包包。咦？咩嚟啊？喂，咁得意嘅呢個。膠水好似係嘛？唔係嘛？石嚟嘅，哦，都係佢都係吸起啲面罩啊嗰啲嘢。我又露底啦，陰公，唉，煲炸。咦？佢應該有透明件，哦，嗰啲係咪有啲透明件喺度？效果件啊，效果件。咦？但係佢啲效果件就係
全部是透明黃的，還是有漸變色啊？冇啊嘛，因為佢說明書嗰度係有漸變色嘅喎。佢貌似係有少少漸變色，你見到個尖係比較淺色少少。係咪啊？但係同說明書個顏色差好遠喎。用你嘅肉眼嚟望下先。我想佢說明書嗰個 suppose 意思係你自己上色上到有呢個漸變橙黃效果咯。係。因為佢把刀又好似麻麻地啲色，可能真係要自己如果要求高，要即係執執把刀啲色。即係佢可依個依、這個依、這個原色啤件嚟㗎，應該係啦。係啊，原色啤件，原色啤件。嗰個銀色係好蝦人啤，係冇錯。如果佢啤，因為如果會有水紋色粉咧，佢就會有啲好勁嘅水紋。係最多就係銀色添啊！我仲要講下啦，嗰啲可能冇嗌開，唔知啦。呢個我諗佢唔係缺片，有啲窿吉嘅，嗰啲電路板係咪啊？燈嗰啲碟板嚟。我真的沒有砌過，所以我炸低不到、啊、聽有砌過的人說過分享過他那些大部分水口呢都叫做是隱藏得水口、他可能不是 100% 隱藏，但他都做得挺薄下的，即如果你是懶呢，你可以將所有紅色件即整板呢找個噴罐在那裡噴了先，給我呢我就會這樣做，即就懶的話即不是說你又不想他齋拍那麼寡、但是又不想話逐件，即係揾個揾支嘢拮住你，咁啊嘥好多時間啦。咁不如就成板攞去後樓梯度噴咗佢，揾個噴管噴。如果詳情咧，我都相信啊 Thomas 君都好好人嘅，應該都會幫我哋砌一隻，然後再攞上嚟再講一次。O K。係啦，咁啊，依次我哋即係最早時間應該係全球啊，全球第一班茂利咧就攞出嚟俾大家睇嘅。嗯。第一班茂利。冇所謂嘅，你話咩咩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仲有機會啊，大佬，我成日俾你集你。咁啊，呢啲就係呢個地台，我相信係。係啊。係啦，咁佢仲有啲呢個應該係係咪水貼嚟嘅咧？水貼嚟嘅。係啊，但係就而家就咁就睇唔到係咩花紋啦。呢個我有少少。暫時就咁睇我就睇唔到啦。說明書入邊咧，可能我頭先影過呢一版，最尾嗰版就佢所謂嘅完成圖啦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去到這個水準了，這個真的要等師兄們砌了才知道，大家幫幫眼，他有沒有上色？應該沒有，他應該有上色的，這個全這些全部有上色、okay. 他是上了金屬紅、哦、但是他這個金就像是他原裝拍出來的金了，這個就沒有動過金，他只是噴了紅色還有可能金屬粉，這個真的漂亮很多，梗係啦，差好遠咯。咁啊，有觀眾都話咧，佢應該就遲啲亦都會出豪華版嘅。係啊。嚇，有機會啦。嗱，我又唔夠，即係廠商點諗又我又唔清楚。謠傳又會有海外版添，即係再多幾嚿魚嗰啲咧。哦。係啊。但係因為我啱啱都問過你，即係呢個牌子暫時佢係全世界有得賣啊，還是係即係大中華市場？好似大中華區唔知東南亞又傾緊嗰啲啦，啲詳情即係要問先知。不過咧。在7月23日26日，因為我們幫動漫展，我們每一年都有我們的特約的網上，不是，獨家網上媒體。哦。是的，他們呢，是會展覽會場會出現的，他們的展品，是的，展品出現，當然要授權OK了才可以，看看有沒有得賣，但是就展覽好像是OK的。會在什麼booth上見到呢？Number，不記得，但記住了，是的，我很開心，今年呢，因為有個很大型的機構，一個勢力誕生了，就是HKBTA。香港 Brand Toys Association 啊，香港 Brand Toys Association 英文係好咧。Hong Kong Brand Toys Association 係香港品牌玩具協會咧，就集合咗香港啲頂尖嘅品牌同埋一啲嘅設計師咧，一齊就聯起上嚟就去講價，唔係就聯起上嚟就搞咗會事咧，就喺個展會度就成為即係好大支旗喺度揚來揚去啊。O K。有成三十幾個杯啊！嚇，當然有我哋啲好朋友嗰啲公司啦，去曬咁樣啊。O K。冇錯。咁呢個產品就我自己咧。就咁睇咧，其實好難有咩評價。不過我覺得佢下次如果出咧，貨玩齋拍嘅朋友咧，其實佢個紅可以用個第二隻色，即係用一啲魚紅暗，係咯暗少少、哦，甚至我覺得佢可以用金屬紅啊，即係有少溝咗銀粉嗰啲咧，貨翻真係齋拍，即係你冇所謂啦。但係佢因為你啲貨翻齋拍，既然你個盒嘢出得咁好，亦都係差唔多隱藏水口咧，點解唔改到即係就算齋拍都見得人咧？即係可以個紅色可以個紅色可以再改進少少咯。其實有時預模度嘅模型咧，即係我自己覺得有樣嘢幾 friendly 就係佢拆件嗰個層次係有啲接近 band die MG 嗰種層次，即係佢係將每個分析散件拆咗件嘅。咁所以佢有一樣好處就係咩咧？如果有啲人懶，即係我係砌模型好懶嘅人啦，
我係會拿起成板嘢就咁就噴嘅。我啱都係咁講。咁你成板噴咧，其實噴得好輕鬆嘅。咁如果加埋隱藏水口咧，其實你板噴完再隱藏水口砌埋咧，其實咩嘢都冇。就算你有少少係啲咁多水口咧，你睇有冇辦法或者 marker 咁樣樣。不過我印象中佢哋隱藏得好靚，所以其實砌佢嗰啲你可以用啲比較懶嘅方法去。我都會咁砌。OK。即係暫時嚟講，你話齋拍就嘥咗佢，嘥咗真係。呢個紅就麻麻地。我諗都有一部分人齋拍啦，即係懶鬼嗰啲。但係我諗都好多高手係自己會再砌。係，但係佢係，我覺得你即係唔需要話真係高手，只要就對住個板噴有少少，即係個手勢比較好啲咯，咁啊，應該都可以做到一件係非常之見得人嘅嘢。有時我覺得啊，如果佢賣模型嘅地方能夠咧，即係而家模型噴模型嘅方式越嚟越多啦，即係例如。一個氣罐加埋有支槍，下面就可以插，上面插支筆就可以揾顏色。即係例如佢可以跟埋哦，有一 set 呢啲啊，你可以買埋喎。即係佢擺隔離，即係 prepack 咁賣啫嘛。咁然後呢樣有金屬熊配埋幾個色俾你。咁你買翻去，我就攞幾支筆噴埋，因為就 OK 啦。其實外國模型咧，以前係跟埋模型有㗎。好耐啦，之前你買支筆，當然係啲好低，即係低層次嘅嘢啦。即係手油筆一 pack 咁樣樣，兩三支咁樣加埋支筆俾你。以前嗰啲軍事模型係外國品牌會咁樣做。啊，不過可以幫你朋友買個廣告。啊 ，Thomas 嗰度就可以提供曬一條龍嘅服務啦，真係嘅喎。模型嗰度，荔枝角、柴山雲站啊，佢因為佢買到模型之餘咧，佢會教埋你砌啊嘛。啊，咁你係有地方噴油。頭先阿達嘉講嗰啲，咁佢嗰度有冇呢盒嘢賣？有。哦。係啊。所以阿 Thomas 好好喎，因為佢幫我哋砌咁多模型咧，好收錢㗎。所以你幫人賣下廣告啦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所以咧上去度咧就齊曬，又可以買玩具砌埋噴埋。搞掂 ，OK， 好，咁我哋一拍到呢度啦。係啦，咁啊有冇人撳掣啊？冇我自己撳啦。OK， 咁啊轉頭見啊。我真係犀利啊！但係睇下先，係咪停止錄製啊？